还有就是拿我今天要拍摄的服装，这个就是我之前租的，我现在就要来把它还掉。这就是我借的裙子，冰冰的，现在就去拍摄啦。嗨，现在又来找他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化妆。OK， 现在是化妆前，整个人土土的，一下就给你们看我改变的过程。哇哦，我的妆化好了，超级美的，整个 bling bling 好像美人鱼。这个是我的头发，哦，跟这个妆很配耶，那个 color。把皮肤涂白白，因为仙女是白的。Oh my god！ 给你们看我涂了一只脚之后那个差别，这很重要哎，这个涂白的。小仙男今天在为我放个毒品的。你要拍他的手。哇，就这样全身 bling bling bling， 你再回去就洗了吧。哇哦！哇哦！非常专业的 set 着这个地方，哎，是一个很像童话故事的草坪这样子，很可爱耶！咦，泡了我的可可带下来喝。这个 unicorn 的 shaker 超漂亮的，但是这个已经卖完了，现在就是有新款的仙女的。如果你们要买的话，就去这个 account。他们已经 set 好了这个超美的仙女背景。哇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一打开这个呢，它就会有一种，哇哦，这个仙境的效果太美了吧！很期待在这里拍照的成果。耶，现在呢，就带着我的翅膀要进入这个仙境了。要拆掉这个造型了，真的很舍不得。这个小姐姐就会来帮我拆，先拆掉我的耳朵，拿下来就没有了。现在就来打回原形。Oh my god， 好笑这样子，耶！我又变回黑头发了。谢谢我们的化妆师。所以现在呢，也弄好了，就要回家了。现在呢，就要驾车回家，下着雨又很远，所以要一个小时那么久。现在呢，就来到不中的素食店，跟我妈咪一起。这里的素食超级好吃的，我选了很多的，不知道选哪一个，因为全部我都能吃。哦，这个是素食的比邻阿萨姆拉萨，我们来 check 看好不好吃。它是真的有那个拉萨的味道哎。真的太棒了，没有想过可以吃到素食的比邻拉萨，阿萨姆拉萨，而且真的有那个味道在。妈咪是正宗的北海人，请问你觉得这个素食的阿萨姆拉萨怎样？很好吃，超级棒。哇哦，这个是宫保猴头菇饭，很香哎，就是宫保鸡丁的概念，但是是猴头菇，妈咪最喜欢吃猴头菇了。我就把车放在这里洗，现在他们就洗好了，现在就驾车回家。哇哦，洗了车过后闪闪发亮，跟新了一样。现在就带妈咪回家 ，Let's go。Hello，
Hello， 宝宝们，今天呢，我们又有 Pandora 的 event 啦、啊，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就是在安邦的 Habib。然后一菲宝宝已经在这里等我们了，我们现在就下去哦。它是一个榴莲主题的 party， 所以我们就穿着榴莲，对，我们也是穿到比较轻松啊。那现在就带你们去看那边的情况 ，Let's go。所以他现在也是同样的会换一个 mask 我们，然后今天的主题是黄色的。这个我的 profile， 哇哦，他已经准备好给我们了，这个就是来找我的。所以这些就是这次的 Mother's Day 的 collection， 超级漂亮的，我们就会带上这些来拍照一下。现在他就会帮我在这个啊，拿一下。过后呢，它就有一点泪沟，就有点凹陷，就要把它填出来。眼袋我们有分很多种的嘛，所以有一些人就只是眼袋咯，眼袋抽了过后就 OK 了的。所以有一些人他是眼袋加泪沟型的，所以抽了眼袋过后，它稍微这一个地方会有一点的凹陷，不是整个凹陷，是这个地方有一点凹陷。那我们在这边填一点填充的东西，给它 build up 它 collagen， 然后它的效果就更好了。现在呢，我不是裸体哦，我是有穿这个毛巾的，因为我的这个很厚，你看到吗？就是有一种虎背熊腰的感觉，然后就会看到整个人很大只很不美。然后我 P 图的时候，我都会把这个 P 进去啦，就不要它这样凸出来，它是一个很硬的 muscle 来的，就我觉得很丑，所以就是建议冰敷，我就会打这个瘦肩针，然后要等一个月这样子才可以看到效果。OK， 现在妈咪填了，直接变年轻掉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回家喽。